现在是礼拜六晚上9:55，我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台中立宝，我要先睡觉啊。那我们的摄影师摄师很早就来了，他今天早上就坐火车直接先下来场地探勘了。听说学生都很期待你拿第一名。好，有话想对学生说吗？尽力而为，调整好心态。场上遇到什么事情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先设想好就先设想好。那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也要练习，要冷静下来。如果可以排除，尽量排除。所以我觉得比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调整。我常跟学生讲这个。好，恭迎我们第三名李杰汉。
现在要去吃桃园的美食，保证好吃。我很喜欢吃哎，我觉得它的便当，它的名称很特别。啊，反正等一下你下去就知道了啦。比赛结果，应该不用讲了吧？我需要来个美食，疗愈一下我的心情。人生嘛，就是这样。有时候你就很难要求什么都是这么的顺利，是吧？其实也还好啦，人生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老师看得好落魄的。对啊，打起精神，继续。你看，太酷了！来，超特别的啊！坐，你先坐。超酷的，抚慰人心的公路便当。这就是公路便当，你看看它的菜单，就这些，很简单，非常简单，但是就是这么的好吃。我们设施吃鸡腿饭，我吃排骨饭，而且它这个萝卜强，就只有强而已，赞！苦瓜排骨汤香浓醇，正好适合抚慰我这个受伤的心灵，对吧？来，一起来大快朵颐吧！它排骨厚厚的，好好吃哦！而且要赶快排口饭。这是设施的鸡腿，被我看过来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发现它中间少了一块？是吧？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酒事先生传。这大家都读过吧，对不对 ？OK。哦，马上再扒一口饭。热热饭，好吃的肉。这引擎一直放炮呢。然后这个最后一场那直线还吸不到油，这样踩，然后突然还会这样哦。我觉得我很尽力了，我都快把车开回来了。不要再提起了，我在吃饭，不要吵，烦呢、欸。啰里吧嗦的，是来抚慰心灵，不是让你来接伤疤的。不给看啊，挂掉。